放电哦。单身男女齐聚一堂，谁跟谁来电呢？这是今年五月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跟民政局合办的月老牵良缘活动，月老真的很卖力，促成了27组男女配对成功，大家狂敲碗，七夕加码场真的来了，开放报名又爆棚，开放半点钟，查甫的八百人已经爆满。活动定在8月20日，7月15号一早8点开放网络报名，男女名额各180人，半小时内男性冲破上限有200多人，庙方紧急关闭表单，女性也在4小时内额满，看得出男性较踊跃，而女性也很积极。年龄层大概拢伫咧30至35岁这中间，反映讲咱台湾这个男女咧，青年男女划分的这问题咧，非常严重啦。男的订比较多，女的会害羞啊。月下老人业务范围其实很广，除了爱情姻缘、夫妻感情、同事友谊间的人缘，他也很能助攻。婚姻，求婚姻，顺顺利利啊。然后业绩场。单身联谊趴七夕场刚开放报名，大家手刀当日抢光名额，等月老忙完这一波，庙方说有可能会有第三趴，没抢到名额的可别放弃。 TVBS 新闻郭守昌台南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